总发大愿第十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，又以今日忏悔发心功德因缘，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、一切诸天各级眷属，又愿先主、一切真仙各级眷属，又愿梵王帝释护世四王、神王神将各级眷属，又愿聪明正直、天地虚空、主善罚恶、守护持咒、一切神王、一切神将各级眷属，又愿妙化龙王、头化提龙王、五方龙王、龙神八部、八部神王、一切神将各级眷属，又愿阿修罗王、一切神王、一切神将各级眷属，又愿人道一切人王、臣民将帅各级眷属，又愿十方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级眷属，又愿阎罗王、泰山府君、五道大神、十八狱主、一切神王、一切神将各级眷属，又愿地狱道一切众生、恶鬼道一切众生、畜生道一切众生各级眷属，又愿十方尽虚空界穷未来际、若大若小一切众生各级眷属，又愿若后流众生意愿界者，皆悉令入大愿海中，各个具足功德智慧，如是三界内外无穷无尽一切众生，名色所摄有佛性者，某等今日养成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大慈悲力、诸大菩萨、一切贤圣本誓愿力、无量无尽智慧力、无量无尽功德力、自在神通力、护护众生力、安慰众生力、尽诸天诸仙漏力、摄化一切善神力、救拔地狱众生力、嫉妒一切恶鬼力、免脱一切畜生力、令诸众生得如所愿，某等今日又成慈悲道场力、皈依三宝力、断疑生信力、忏悔发心力、解愿释结力、自庆欢喜力、踊跃至心力、发愿回向善根力，令诸众生得如所愿。某等今日又成七佛大慈心力、十方诸佛大悲心力、三十五佛灭烦恼力、五十三佛降伏魔力、百七十佛度众生力、千佛摄受诸众生力、十二菩萨护护众生力、无边身观世音流通忏力，愿令十方三界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若大若小、若升若降、名色所摄有佛性者，从今忏悔之后，
在所生处，各得诸佛诸大菩萨广大智慧，不可思议，无量自在神力身、六度身、正向菩提四摄身、不舍一切大悲身、拔一切苦大慈身、与一切乐功德身、饶益一切智慧身、说法无穷金刚身、物不能坏净法身、远离生死方便身、现自在力菩提身、随一切时成三菩提。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皆悉具足如是等身，具足成就诸佛无上大智慧身。又愿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，在所生处各得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功德之语、柔软语、安乐一切甘露语、清凉一切不虚语、说真实法、如实转语，乃至梦中无有虚言、尊重语、示范四王恭敬尊重、甚深语、显示法性坚固语、说不退法正直语、具足辩才庄严语、随时随业普皆示现一切智语、随其所应度脱一切。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皆悉具足诸佛菩萨清净口业，又愿十方一切众生皆悉具足诸佛菩萨清净口业，又愿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，在所生处各得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大智慧心，常有厌离烦恼心、猛力心、坚强心、金刚心、不退心、清净心、明了心、求善心、庄严心、广大心、有大智慧力、有所闻法、即自开解、慈心向人、断诸怨结、助于羞耻、常怀惭愧、不计无我、同善之事、见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之人，咸生欢喜、愿亲益观、心无骄慢、不说他人善恶长短、不传彼此和和分离、所言柔软、不出恶词、叹佛功德、要学深经、爱护众生如己无益、见有作福、不行诽谤、慈心和和、犹如圣众、同诸菩萨成等正觉。奉为天道礼佛第十四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、诸天诸仙、一切善神、于诸众生有无量不可思议恩德，愿诸众生常保安乐，殷勤守护，为善侍从，何以知然？佛赐提头赖扎四天王，慈心拥护受持经，令闻慈悲名号者，犹如天子法尘护。又赐龙王依波罗，
慈心拥护受持经，如护眼目爱己子，昼夜六时不远离。又赤阎婆罗刹子，无数毒龙及龙女，慈心拥护持经者，如爱顶脑不敢触。又赤毗流乐迦王，慈心拥护受持经，如母爱子心无厌，昼夜拥护行住具。又赤南陀跋南陀，娑伽罗王优波陀，慈心拥护持经者，恭敬供养皆足礼。犹如诸天奉帝事，亦如孝子敬父母。慈悲道场施安乐，教诸众生结法亲。后生佛前入三昧，毕竟当得不退转。若闻诸佛名号者，又闻无边观世音，消除三障无诸恶，无眼具足成菩提。诸天神王念一切，恒加劝讲助威神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诸天神王有如此恩德，不护众生，而诸众生未曾发心念报恩德，古人尚能感一餐之慧，遂舍命亡身，而况诸天善神、八部神将，欲诸众生有此恩德，舍恩此德，功无边际。我等今日忏悔发心，皆是天王密加神力，奖助行人死心成就。若不加助如是等心，早应退没。所以菩萨摩诃萨每叹善知识者是大因缘，能令我等登见道场。若无善知识，云何令我等得见诸佛？投生不足报红池，运命不足报生者。菩萨摩诃萨上至此言，况降师以下而无报答。大众今日既未能投还运命，则应且行勤劳，亦是报恩之见。这是主旨啊，慢慢开始报恩之开始啊。相与各异增道运心，知恩报恩不可随流，自反无方。如前至亲，从欲为难，难得经果，福欲何待？此一会，知更何去？唯当勇猛，忘身为我，事成有败，如秋有冬，时不待人，命焉得久。念此一别，相见未期，各自努力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、一切诸天各级眷属，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善世月佛，南无梵自在王佛，南无狮子月佛，南无福威德佛，南无正生佛，南无无胜佛，南无日观佛，
南无宝明佛，南无大精进佛，南无山光佛，南无师明佛，南无殿德佛，南无德聚王佛，南无供养明佛，南无法赞佛，南无宝雨佛，南无救命佛，南无善戒佛，南无善众佛，南无定义佛，南无喜圣王佛，南无狮子光佛，南无破有暗佛，南无照明佛，南无上明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、一切诸天、各己眷属平等空慧恒德现前，智力方便开无漏道，实地行愿各得增名，六度修心四等广备，行菩萨道，入佛行处，四弘誓愿，不舍众生，辩才不断，乐说无穷，善权皆化，利益四生，具登法云，正常住果。这段讲这个，劝我们要知恩报恩，求前自信，从欲为难，就是再遇的下一辈子就不一定能够有这个机会，就叫从欲为难，难得金果，不欲何待？是此一会，自更何去？去就是无去，唯当勇猛忘身为物，事成有败，如春有冬，时不待人，命焉得久？今念此一别，相见未期，各自努力就是劝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时不待我机会难得，就是我们现在最熟的话，就是机会难得，大家一定要珍惜，发自内心的珍惜这个机会。奉为诸仙礼佛第十五，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人各自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一切仙主、一切真仙，各其眷属归命，敬礼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立慧王佛，南无诸月光佛，南无微光王佛，南无不破论佛，南无光明王佛，南无诸轮佛，南无释师佛，南无吉首佛，南无善月佛，南无宝焰佛，南无罗侯首佛，南无乐菩提佛，南无等光佛，南无智寂灭佛，南无世最妙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十世利佛。
南无喜利王佛，南无德势利佛，南无德势佛，南无大势利佛，南无功德藏佛，南无真行佛，南无上安佛，南无提沙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六佛归命，都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与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诸先祖一切真仙各其眷属解脱客尘，清净圆藏，妙色湛然等佛生相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，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，如意自在，出入游戏菩萨境界等法云地，入金刚心，以不思议力还劫六道。奉为梵王等礼佛第十六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奉为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各级眷属，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光佛，南无电明佛，南无广德佛，南无真宝佛，南无福德明佛，南无造楷佛，南无成首佛，南无善华佛，南无吉宝佛，南无大海佛，南无持地佛，南无意义佛，南无善思维佛，南无德伦佛，南无宝光佛，南无利益佛，南无示月佛，南无美音佛，南无梵相佛，南无众师首佛，南无狮子行佛，南无南师佛，南无应供佛，南无明威德佛，南无大光王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六佛皈依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各级眷属六度四等日夜真明，四无碍变，乐说无尽，得八自在，具六神通，三昧总持，应念现前，慈悲普护十方四生，百福庄严，万善圆寂，三达开了，无眼具足，为法轮王，摄化六道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七赞：逍遥无碍，自庆当尘，景元三宝是真因，相与一尊尊，普礼慈尊，奉报上天恩。南无远行地菩萨摩诃萨，
南无远行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远行地菩萨摩诃萨。我们这样学这个忏悔哈，如果大家用心来真实忏啊，一定可以消这个百千万劫的这个无量生死重罪，这个佛没有虚言啊。大家用心忏是很有力量的，并且我也希望大家白天再复习复习啊，自己再忏一遍，这个特别好。这个梁皇宝忏，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你们不熟悉的人理解的不够，晚上白天自己复习一下啊，或者是提前自己念一念，这个很有力量。我觉得忏悔长智慧很快的啊。